好，大家好，我是 Master 四，然后这次进行的是第36次的小白的室友三上岸地点室游戏录制。那现在今天是7月19号的晚上的10点36分。那最近主持人呢是这边跟各位观众讲一声对不起啊，因为最近因为暑假的关系啊，所以主持人变得比较忙一点啊，那就是比较没有时间去录制游戏啊。那当然都是谢谢各位观众对主持人的支持啊，那所以主持人这次就直接宣布观众最喜欢的《侠盗猎手》啊，那顺便也可以，因为大部分都喜欢看这一部嘛，所以主持人就可以想刚好把想讲的话跟大家各位观众讲一下，避免有时候有些比较冷门的影片，主持人讲了某些话之后，可是观众却没有看到啊，所以用这一部来传播是最快的方法。好啦，那主持人开始演第36次的游戏录制，驾，好吧，那上次我们到好像我们去。然后去要偷什么车子，结果就手上不小心就把那个货柜直接砸到地板上面，然后就爆炸了。好了，那我先录半个小时，就准备收台。现在时间是10点37分，所以我可能录到11点多左右就准备收台，因为明天还是要上班的。那最近就是公司部分就是一堆新人啊，然后还要带训啊，还要干嘛，还有堆东西也没了，所以就是扒沙小啦，没开台你就扒。就照他脚，照。Who will try to save the world here? God, war, you all give up. 什么声音那么大声？好啦，主持人先去，我先开始接任务再说。接任务那个星星就不见了。战士有我要的车，诶，是这台吗？哦，就战士好像录这个任务之后，那个汉化怎么突然就变成英文了 ？Yeah, I got it. It's in the manifold. Shit, I just. 好，先跳掉了，我先暂停一下，声音有点大声。等一下，暂停哦。好，刚刚好像就是跟我声音从、欸、什么中什么音，不，走快。怎么就变英文了？那好像刚才有观众跟主持人讲说，就是你可以去找其他的汉化。Same way they got on, use the dark side crane. Different crane. The man with the crane. Okay.I use the crane. You better be ready to crack the table. 可以讲中文吗？怎么突然变日文？不是变日文了，讲错了，然后变英文的剧目了。这汉化组好像，没有非常的完善哈，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汉化到。算了，不敢了。我要去哪里？我要去港口那边。这台车好难开啊。What you doing, my wheel? What you doing, my wheel? Oh, fuck you! Oh, fuck shit! Fuck that! 操，失败。哇，炸车！没差，好像这台车我们是偷来的。我们哎呦，什么东西啊？警察车！警察叔叔，你还好吗？你怎么不会游泳？你这警察，你就开着摩托车从我下来，结果就死了，烂死了。好了，我们先上岸再说。阿仁呢？这边莫名其妙一个家伙突然掉下来，然后他居然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你还追过来干嘛？奇怪。啊，我看到那个起重机了，我们先上去。怎么去啊 ？Come on, man, look out! Look out! Duck out! 跳！啊，你就爬！你爬那么高干嘛？啊，你还是爬那么高？啊，你嘞？他在干嘛？啊，游泳教练课。哎，加油！你可以的。我等你，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哎，他没跟过来。哎，跟过来了，他要掉下去了，他又掉下去了，不理你。好吧，那个星星没有了。刚刚有一个星星，那个警察像白痴一样冲了进来，冲了下来之后他就死掉了。他掉下去了，你是笨蛋吗？你是不会看？有点尖叫有没有？有了超快的，哎，上来。哦，干，我也掉下去了。我你们两个这边游泳就饱了、啊。哎呀，那边这边可以直接上去吗？不行。好吧，我们游过去。那人呢？啊，那边。还好我们肺活量还不错。Gain the claim, claim. Ship CJ. Okay, I'll go sort out the crane. Give me a sec. Come to the island. Be quick! I don't want to be guts slipping out here. Shit. 他不会也掉下来吧？应该没那么少吧？算了，不管你了。上次好像有就是骑在摩托车之后，结果就是进入一个莫名其妙的
一个任务。哎，阿伦怎么没跟过来？哎，他在那边在干嘛？好累了。他在干嘛啦？不过来，拖耽误时间，我累了。人家人老了，体力有点不支啊。哦，好了，你也别冲山小了。你在那边游泳，过来呀、啊，笨蛋，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呀、啊，来来来来来。哦，游好快啊、哦！游泳健将，穿着牛仔裤还可以这样，还可以游那么快，骗人的啦！你叫那个衣服都不会吸水啦！来来来来来，不要掉下去，掉下去可能会死啊！掉下去啊！你这北七，哎、欸，他竟然没死啊！哎、欸，好玩啊，可以再来一次吗？他刚才那叫声好惨啊！哎呦，差一点，我差点掉下去了。我可以让他掉一次吗？他看会不会死掉？酒神好坏啊！他人呢？笨蛋，两个笨蛋！有车子不开，能走路的，哦，真的是好。来啦，笨蛋，不要再掉下去了哦！你掉下去你死掉，我就要重来。赞美盒。好啦，这边。上次我记得我失败之后，他就直接把车子开走了，真是个王八蛋。你呀、啊，王八蛋 ，motherfuck！ 你看啦、啊，这个任务就不知道花多久的时间，我就花了十分钟在这边了，真的是哦。好累啊！大哥，你都不累吗？你们看起来哇，不累的感觉啊。好吧，我们开始这个任务了。进入启动机。Seize！None of these is marked with spray paint. Well, we'll just have to try one at a time, eh? 没，我记得诶 ，B 是可以改变视角。诶，刚刚那边是不是要火焰枪啊？对啊，那诶那边有火焰枪吗？这边飘啊飘的。怎么用？就是哦，空白键，转一下，换一下。诶，对对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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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要掉了，不要掉了！哎呀，幸福的是往下，哦，慢一点，慢一点。等下，等下，如果掉要重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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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丢，耶 ！Not this one, CJ. 没有这个弟弟。这应该是要连续掉三次吧，不可能一次就中奖吧，应该是吧。上次我先掉了，再这一个人又掉，然后就失败了。哎，不错了，看看看看，下看下啊，失败。哦，有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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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台车子都不会坏掉，只要不要直接摔落，应该就没事了吧？好吧，第二台会不会中奖？哦，等一下，等一下，卡到，卡到，卡到！下下下下下，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丢 ，yes， 然后呢 ？No luck, CJ, try another. 对对对对对，剩下最后一个，这什么车没看过哎，老古董车，好啦，最后一台啦，所以这应该是要连续掉三次才可以中奖吧？这任务就是这样，不可能让你一次过的嘛，对不对？哪那么幸运？啊，最后一个，吸，没吸到，哎呦，吸到了，那也可以，爬起来，好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去捡一下那个火焰枪，虽然说火焰枪好像没什么用，而且火焰枪好像会把火箭筒给开掉，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不知道把火箭筒丢在哪里，所以从他裤子里面拿出来。从他的五次元的背包袋里面，啊，这边摇啊摇，摇到外国桥，摇摇摇摇摇，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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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完成，哇，跑车，哇，果然我们要偷这种跑那么炫的车，哦，谁？
从下来的。哦，工头吗？我们四个长得一模一样，是三个还是四个？拿枪拿枪的，要枪战了。Hey,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什么偷车啊 ？I could do with some help. Return. 啊靠腰，我要出去了。哎靠腰。Fuck you 你拿着土匪别急啊，我现在才土匪而已哦。哎呦，又一台车了。Hey, hold it right there. I can do with a little help, DJ. 哦，傻人，不行，车子会爆掉。哎，这是 AK47耶，我没发现。哦，下一台。Stay right there, you thieving bastard. 还有。Let's just grab the gun. Go.然后观众好像有跟我讲什么秘籍的方式，就是可以就是拿到就是无限的子弹，好像说买什么 N4 还是什么蛙哥的就可以干嘛之类的，我会忘记啊。我们那这两台怎么办？这两台丢在这边吗？这两台可以看吗？不行，装饰用，不能打爆。哎，是假的哦，靠腰，这只是个画。好啦，长得呢？那个血量是车子血。哎呦，什么音乐？听我的音乐。好久没听我的音乐。It gotta be an easier way to earn a living than this. Sure, Holmes. I guess. But what else you qualified for? Yeah, I did. 好吧，他应该不会，不要再见我的音了。左成要上传这影片都很辛苦，虽然 YouTube 越玩越远了，还是先关掉好了。这音乐还是会把我的声音改掉。好，我们现在把车子拿回去放吧，应该是吧。那好像很近，好吧，我们从这边，这边端上去。Hey CJ, we get paid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ar, Holmes. Be more careful. Be more careful. Me? 哦，我很小心啊，原来车头扔掉了。What you want, fool? 妈的，还拿铲子是吧？铲子了不起？扔得有武士刀了。铲子。Happy Holmes. 上车兄弟，等一下。我先把他干掉，妈的，来躺在我车上，给我下来，给我下来，给我下来，来来来来来，塞给你，妈的，拿个铲子，拿个铲子跟我 PK， 找死，好了，找人，找新的装过去，喂，耶，时间是11点，哦，还没11点，还有10点，10点50分，然后呢，我把车修一修了吗？就这样完成了吧。The wonder, the brightness, the push, the 上面看不懂。测试文件。Chat mirror, the perfect, 不不不不不看不懂啊！汉化，汉化在哪里？汉化。是什么？什么什么车子 ？To the ship. The 车辆 are also important, and the 上面什么话哥看不懂。画龙吧。哦，为什么是5565啊？这个钱是怎么样？就没有个整数吗？ 5565。好啦，现在呢，我这边有个 T， 这边还有个凯撒 ，CP 是凯撒吧？好吧，我们继续接凯撒任务。我们先存档，避免等一下弹掉。存档，四架。OK， 好吧，来看，继续聊凯撒，看他还要干什么？加偷车，砸台破停。哦，这什么酷车？一堆车，男人的梦想就是有一堆跑车。Hey man, where you been? I tricked one of the cars on our shopping. 我在跟我们的购物单上没辆车。The crazy bitch, she drives like the devil. 她就像魔鬼。I've been following her for hours, but she's got nothing. 所以我们是专门去偷别人的车吗？ She's on the road in order to get a chance to get her car, and you know a wrecked car is no good to us. I swear she's playing with me. Dude, calm down. 你不要那么生气嘛。She's playing with you. This she probably won't get one time involved until it turns ugly.We gotta find a way to stop her or slow her down. Too bad we can't involve the police. 我们毕竟警察。Then we could pop her crazy bitch ass and bang her crazy bitch ass in jail for being a danger to my sanity. 我觉得是你的精神障碍比较严重吧。You know what? I think I got an idea. I put it back, okay? 好吧，我们是时候应该换。哎呦，路钉。到新车里去，车辆已经被改造了，可以设置路钉的车。用路钉打爆车子目标轮胎。
怎么用？怎么用？现在上个录音可以用，怎么使用录音呢？哦，没事，我不会用录音啊，你要教我啊。转空间，哦，按下滑鼠左键，可以按一下录音，所以我在他前面按放录音吧。哎，你干嘛啊？开那么快，小了。来，那声音那么大声。闯红灯，他都不理我。哎，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在高速公路。好，追上你，哇，你个疯婆子！这也是刚刚开的车，过来不是红色啊？怎么现在又变蓝色了？好了，我去追那个小鬼。死小丸，走开！你说我扮陆丁丁。如果不要浪费，我就上录音而已。妈的，干什么？哎，你还好吗？你后面被撞烂了，是不是跟那前面警察？哎，你干嘛？你要撞我？我不要一个人被撞，要撞你就去撞我。哎，警察车呢？我要放个录音。哇，他被用爆了。你还继续开哦？你不先停下来吗？人家轮胎会磨损的。我们来看他，看，哎，他停下来了。哇，真乖了，还等红灯。哦呦，太不爽了。好了，我们去抓那王八蛋了，不要再理他了。不要理那白痴警察。还多远啊？前面转角，不是前面那条红色车吧？我们来抄近路。就是你，疯婆子，为什么对我要偷那辆车？那个车看起来没有多好啊。嘿嘿嘿，我都拜开龙了。不是你啊，还跑？哎，跑什么？我要在前面。哎，我办。呀、yeah, ，到汽车里去，成功。哎，那个家伙凯莎没跟我在一起哦。跑，妈的臭婆娘，白脸穿这样就了不起。嗨，你好。哦，你站起来吗？黑色内裤。哦，跟我打嘞。哦，疯婆不会是疯婆娘？人家拿日本刀砍你啊，你现在还敢还手？啊，你哎干嘛？谁打给我？谁？电话铃声。讲话啊。Hey CJ, how's it going with that crazy bitch, eh? Popped her. Just about to fix the tire. Should be back any minute.Okay, careful with that pouch repair shit. Nasty stuff. Will do. Later, man. 至于那个女的，你不关心她吗？她被我干掉了。所以我要把，真恶心。哦，所以我在这边修车子。Shit. 都弄到我身上了。哦，修好了，这么快。哎，那个车子，我那台车嘞？啊，尸体还在吗？尸体不见了。快回到车上，不要。我要再放个炸钉子。哎呦，可以再放吗？不行，好吧，这台车已经没屁用了。哎呦，警察，吓到我了。Hey, move it, jackass！ 哪会啦？我要走了，不跟你。哎呦，那台车怎么了？还在追那个车吗？哇！哦，你不要为了这个工作而这样子嘛，这么辛苦。那、啊、你们在干嘛？唐伯导有没有在演哪一出？停嘴追逐不上，你记得加油！哎、欸，你要去哪里？你在干嘛？你干嘛一直撞坏你自己的车子？算了，不理你，那个笨警察。哎呦，冲上来！你在干嘛？去哪里？你车子被撞成这样子！哎呦，你要冲下去吗？哎，不要撞到我！不要撞到我！不要撞到我！他下车了。他干嘛？那我们去瞧瞧看。哦，干你西瑶吗？妈的 ，bitch！ 哦，警察，哎，是他先撞我的，他撞我，你不抓他，啊，我不过，哎，干嘛？走开！我不过把他打下来，你就抓我，他撞我就不打，就不抓他，真的是哦，不行，半身很奇怪，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要偷这种车呀、啊？这种车子那么烂，奇怪，烂车子。
没资格说车子烂了，毕竟就算有不懂车子，不要关车，放回来，对，很好。啊，我赶快回去交差了，这车子也被弄坏了。大家那个应该是看车子的损坏程度吧。车子如果越完好的话，就是钱会比较多啊。如果车子像这样破破烂烂，可能就比较少钱。我没看，我现在不缺钱。过生日前，哎呀，他丢！你不知道上高速公路开慢一点吗？因为随时都会有人逆向行驶。OK 啦。嘿屁哟、哦！反应还蛮快的。哇，这台车赚钱赚的可以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然后开回去吧，它就开始冒烟了。等下说不定要爆炸了，要找我们家重来的。都是左身的，没事就乱玩，真的是。不是这边，开错路了。哥们，那谁？新点，新驾驶，安全第二，这是超运销车吗？酷，警察叔叔。不是安全键了，对不起，快回到车上。喇叭是哪一颗？H 啊。H 对啊 ，H 是喇叭，我都忘记了。疯狂驾驶。够了，我回来了，我开着破车回来了。哦天哪，撞成这样子！嗨，你好，现在会有多少钱？获得新资产？哪里有资产？没有啊，没看到。你们是不是35块？是啊，40块，扣腰，最高到8000块。Make you show you someone 5000块，真有5000块。所以就这样没了，就这样。所以那栋建筑物是放我们偷来的车子吗？这是明目张胆啊！你把偷来的车子放在那边，可以给人家看吗？跟人家炫耀说，你看我偷了车子。所以这两台是吗？这是我们的车吗？不是吧？应该是里面的。然后这个玻璃超没屁用的，完全没有防弹效果，50刀一砍就砍断了。200块，减。然后之前好像有观众左上这个钱怎么拿，好像是按 table， 他就自己拿，有没有？没了。好了，跑车。所以如果我把这边的车，哎呦，这边也有，我什么时候偷那么多车啊？如果我把这边车开走的话，他会在吗？我也不知道，算了，不要乱开好了，这是应该收藏用的吧？好吧，我们还是偷别人的车子就好了。我看一下，现在时间是11点01分，我开始接一个任务。转换，等一下，你是不听点你啊？你看好。小白，下车。小白来。不下车跟我打一下吗？孬种。小黄，你是不是刚？你有乘客哎。我你休息一下，我帮你带他去看他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我带你去环游世界。你怎么跳车了？我带你去环游世界。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接个任务，我先存档，然后再接任务就准备收台了。走开，小黄撞人。啊，这是不是突然没声音了？骗车耶！啊，跳车。各位存档，这是我要的车。OK。什么？谁打我？我没有信心，你干嘛打我？你在表演特技是不是啊？表演特技，内裤都出来了。好了，我们去接任务了。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怎么没有声音？妈的！算了，你不要走，走了。你在表演特技是不是啊？我在你后面看怎么打我。干，这可以打到。下车啦！我的防弹衣啦，都没了啦。妈的，拿警棍是吧？我拿武士刀，你拿警棍，冷暴力给退。
哦，隔壁必然叫啊，臭了。啊，怎么没声音了？都没声音，没声音就不好玩了。等下重开，我重开一下下。好了，又有声音了，好像应该就是应该讲完什么问题吧，这边的。反正就重开就可以了。来吧，你好姐姐，我用一下，感谢你，拜拜。酱油警察，你很烦哎、欸，不理你了、啊，我要去接任务，我要去找那个 T， 我是女生的 T， 不是 T， 还在 T 什么、啊、？T 三回 ，T Torino 不是 Torino。还是 Torino， 这边呢？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发音。Torino， 我应该可以在那边重弹了吧？因为这边好像都没有弹。跟你玩撞，哦，撞这枪蛮大，蛮大的。哦，我是用这，就是时候被换件衣服了。虽然说我穿的什么衣服的话，这样我还是先去接任务好了。Oh hell no！ Oh no！前进啊！前进，等着那边给我撞。这是哪里啊？怎么差点没回过去 ？A 是这边吗？看错了，这像白宫哦，这栋建筑好酷啊！男总统府之类的，我叫声那么长。好了，我们再看那个天桥了。看一下，哎，是哪里？哎，你好，这是警察院之类的地，警察局之类的地方吗？我还是不要乱闯好了。那怎么上去啊？聊上去。不过正庆幸的撞你一下，你掉那么多东西。好了，又在下雨，一直在下雨，今天也在下雨。昨天在高雄嘛，所以今天高雄下了大雨，不知道怎么样，还是大雷雨，超大的雷雨，哪都莫名其妙的。啊，昨天有讲过，昨天是做服务业的嘛，所以。基本上是这种奇怪，有些人就是定位之后，我们都会想，然后就取消。取消之后，或旅行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哎、欸，位置还有位置，还有位置，我们下个需要位置吗？”然后跟他说：“如果因为硬撞的话，是要等后面或者是等到几点？”他说：“哎、啊，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哈哈哈哈哈！你真是奇怪。哎，干嘛？哎，下车呢？下车的意思是怎样？给我撞！哈哈哈哈哈！哎，另一个也下车了。哎、他要上车了，他把车开走了，你居然把你同伴抛弃掉了，而且左山在这边好像可以让这边很混乱，哎呦大雷雨，酷，这边也会有大雷雨，棒，哎他要下车了，他拿了扳子出来了，所以现在给我撞了一次，哎他闪开了，哎这边哎啊对不起，有人刚刚撞我，是我撞到你，我是故意的。你要去哪里？你又在上车，你就不停的上车下车就好了。奇怪的家伙，我车正冒烟呢，不行，我要换车。哎、欸，你等一下，你等我，等一下，砍你，砍，砍，砍，你等一下啦，等一下啦。哦，哎、欸，有了有了，快炸我一桶，还快演，哎、欸。你拿棒球棍跟日本刀来比划，哦，哦，那个弹起来打到我自己哦，What you got？ 好了，上车，我去找 T。我看时间好了，时间是11:07。好了，我们应该差不多要收台了，收到录到11点多嘛，对不对？那下次再录好了，应该差不多，只差准备睡觉，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啦、啊！哎，这边我们突然下大雷雨啊，好恐怖！好大雷雨有没有？这雾蒙蒙的一片，不知道呼应周边的天气吗？好了，我们到了，干！哎，干！啊 ，fuck you！ 又来了！之前有遇过这种情况，现在又来了。吃掉了。这里是哪里啊？我怎么在奇怪地方醒来？还有现在有交那个女朋友，所以我的武器不会不见。对，这边是哪里啊？为什么跑来这边呢？哎呦，也蛮近的吧？哦，还可以在这边复活。好吧，那我看一下，这边要把枪，
我去看一下他妹妹有卖新的武器什么之类的，问他跟我说怎么洗，说怎么洗那个，哎打，哎水泥车，等一下水泥车，我没有开过水泥车，让我开一下，这边的摩托车怎么那么大一台？哦，水泥车二号，哎你好，哎，坐哪里？怎么把手下来？哎，主角很厉害，主角什么车都会开耶，厉害了吧？这可以倒水泥吗？不行。好吧，只是一个好看的装饰物，完全没有什么屁用。哎，你好，哇，发声超大，啊，电爆呢，死小玩，跟人家抢机车道，妈的，撞死你，跑，没有，那我死，滚蛋，哇，哈哈，你在抢机车道吗？你在乱开车吧？你在乱抢客人吗？好啦，首先不是针对啊，只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相信会有那种良好的计程车司机的，啊，当然大部分都是那种很恶霸的那一种。好啦，不管那么多了，我先去。哎，那个枪在哪里？哦，这里，标记一下。哦，原来在另一边啊，高油。这是车变动了啦，换车。哦，你从哪里开过来的？八杀八怎样？八什么八？来，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你还好吗？你的双腿怎么打那么开？好吧，我们骑这一台大顶的奥多麦。哇靠，好浪漫的歌。啦啦啦啦啦！是这个村庄的辆的正行这台车吗？哎呦，它真的很高，怎么到处都是这种车子？越野车，还是大的比较好撞的。再撞一次，没有倒。啊！哎，跑了！嘿，跑！给了大家在这边到了云车，看一下里面有卖什么东西。人家都说买什么冲锋枪还买什么的，然后去一种新的武器出席，哇，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吗？这个突击步枪吗？冰枪这一把，哦，这 N16 吧，四枪取代。The choice of the professional。搞回，然后再进去打靶的话，就会变成无限子弹，是这样子吗？有那么好吗？把那背心买一下。你不用给我看啦，啊，我直接买了啦，有什么好看的？又没有赛制。Love it. Love it. Love it. The revolution is coming. 啊，打靶练习场呢？这边没有打靶练习场，这里那么小家哦。Fuck， 好吧。下次再来试看看，让子弹变成无限的，是无限吗？是怎样？哎呦，我以为那边要相撞，发生车祸了。好吧，我们可以去存档准备收台了。这边往回走，然后就要准备收台啦，然后就下次见啦。然后就下次录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礼拜都没还没出来，应该会找放假的日子来再去做录制吧。好了。然后最近的话，有些新游戏就是观众推荐给佐生的，那佐生就是讲说，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些新游戏啊，然后佐生电脑都录不动，没办法录制啊，因为佐生也还没换电脑嘛，就没办法，就是佐生也很想啊，不过就是这样子啊，佐生是个业余的，你知道吗？业余，怎么叫业余，知道吗？就是业余吧，就是没有很高级的配备啊，不像那种什么。什么知名的实况什么样子啊？只能做一些小的录制啊。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啦。好了，那就谢谢各位观赏我的影片啦，啊。那谢谢各位支持，佐生的话就是那边先收台，那就先观赏了。那下次录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再看吧。好了，先这样子啦，拜拜。